最近这个给大家分享了华尔兹的好几个基本的动作，左转啊，右转啊， left right change 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动作，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一个小的套路，把这些动作连串起来。那今天就给大家这么一个套路。我们再次说一下啊。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频道呢是有 Stardance Shop 作为一个这个 sponsor 的啊，希望大家有机会支持一下啊，支持一下 Stardance Shop 啊。那我们特别是男生的服装啊，这个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服装啊，新的款式。比如说现在夏天啊，那我们有很多短袖的服装，有这个像高尔夫衫一样的，也有像这样条纹的丝绒，又透气又吸汗啊，打起架型来又很好看的啊，这样的服装给大家。如果您是在北美的话呢，这个运费也是很便宜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啊，支持我们这个频道继续走下去。下面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华尔兹的八小节的小套路。欢迎大家跟着练，然后当我们把这个华尔兹的这些基本的动作都介绍完了以后呢，也希望你把这个套路都跳得很熟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是有什么想分享的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啊。另外呢，点赞关注啊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最基础也最经典的一个小套路，现在把每个小节的名称介绍给大家。预备不只是一个准备开始的过程，不包括在八个小节之内，故称之为零小节。第一小节，右转步，按男士说，行进中身体向右转动了135度，故俗称135。第二小节，减弱右旋转，根据身体转动的角度，俗称270。第三小节，后退左转步。第四小节，左转步。第五小节，左转步。第六小节，前进后叉行步。第七小节，行进追步。第八小节，外侧右转步，俗称外侧135。下面请北京舞蹈学院韩伟超老师将这八小节演示给大家看。